泰国人超爱吃生的海鲜，接下来他们的海鲜市场大一波，这虾超大只哎，好大只哎，这是生的螃蟹，黑榴莲，生的螃蟹，虾子，这皮皮虾来喽，鲑鱼用腌的，哇，怎么那么好吃啊？生的皮皮虾，皮皮虾像螳螂哎。生的螃蟹，吃了一下，生的螃蟹超好吃，超香，超好吃，超好吃，超好吃。